每到夏日，就是头城农特产甜心芭乐上市的季节。而县长林姿妙专程前往果园，了解今年的产销情形，并也向全国的民众推销全台最独一无二、吹海风长大、吃软不吃硬的甜心芭乐。头城甜心芭乐因为种植区域背山面海，每年的东北季风从海面刮起盐水雾气，将海水中大量的微量元素如氯、钠、镁、硫、钙等吹向陆地，让甜心芭乐香气浓郁，果肉白皙细致，清甜回甘，且富含丰富的维他命 C。今年度头城甜心芭乐已经正式采收上市，县长林姿妙专程前往果园来了解今年度的产销情形，也欢迎全国消费者踊跃来订购，一起品尝那最甜心、最幸福的好滋味。跟大家同齐来推销，咱的这个芭乐呢，伊外皮是粉金色的，但是呢，伊是甜心的，会当讲吼，粉红粉蓝，安尼干那真好，咱的胭脂粉红真的很漂亮，而且呢，色香味齐全，所以今日呢，特别来家推销。头城甜心芭乐栽种面积约20.5公顷，年产量约120公吨，品种以中山月芭乐（俗称土芭乐）为主，产期为每年的7月到10月，因属于更年性软熟采收的品种，需要成熟度达到9分熟才能采收，是吃软不吃硬，也因为丰富营养，口感细嫩芬芳，更是孝敬父母长辈最佳的孝亲果品。总种20公顷。20.5公顷，而且呢，当讲120公吨，伫7月甲咱10月份这段时间呢，欢迎大家一定爱来买着咱的头城的甜心芭乐，当讲甜阁好食，吃软不吃硬，所以呢，来去吃的时阵呢，你有感受到咱这农民真辛苦，咱一定吼爱来甲斗推销。头城芭乐，走，爱来买哦。头城甜心芭乐今年度也特别推出了优惠方案，赠送甜心芭乐软糖以及甜心芭乐 QQ 冻一包，欢迎民众来踊跃订购。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道。